现在是国际新闻。昨天下午，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夏比郡一家电梯发生故障，电梯内三名女子和一名男子全部遇害，其中男子死状惨烈，被夹在电梯轿厢与楼层之间。救援人员赶到时，该男子已经失去知觉。那我是谁？医生，他不是腿受伤了吗？我现在怎么觉得他脑子也不太好？检查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，但外力的撞击啊，有可能会引起轻微脑震荡，从而导致短暂性的记忆空缺。外力？我不是。总计支出约等于30万，你讹人呢？我也要叫你什么？随便啊。那我总不能一直叫你受害者吧？只要你能专心看路，叫什么都行。